从流浪地球计划启动的第一天起，就再也回不去了。In the past 72 hours, 地球错失了最后的逃命机会。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，地球将于37小时4分12秒后撞击木星。这是一场注定徒劳的救援。看来我们只能靠自己了。三十年来发动机从来没有熄过火，这不是简单的救援，我们摊上大事了。 Warning: Earth engine system failing. Total 121 facilities. Correction 1001. Correction 3000. Correctio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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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orrection已经没有什么不能失去的。这是要在军事法庭的，你疯了吗？怎么还等于同归于尽？是不能再死人了。地球上35亿人，我老婆孩子全他妈白死了。你可想好了？这是我们唯一回家的机会。快呀，快！我原来以为家在身后，现在才知道家在前面。最终结果将人类历史导向何处？我们决定选择希望。